所以最近的心情其实都是专心在工作上吧。对，没错。不会受这些纷纷扰扰。有什么纷纷扰扰？最近有什么纷纷扰扰？什么一些什么价码什么那些你都没有在 care， 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我个人最近有开始练唱歌，我们三个有一起去上唱歌课。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可以耶，可以耶，可以耶。我会师妹，一个是我乐天的学妹，叫做雅涵 Kimi， 大家好。然后这个是我的魏全龙的师妹，那大家好。破风流量密码的啦啦队女神林湘近来频传争议，先是传出录制的综艺节目成了当月收视率最低一集，拍摄 MV 也因屡次更改拍摄时间遭换角，经纪人接案更开价3小时30万，妆发费车马费另计，总计上看30万元，结果厂商最后取消合作。对此林湘昨日首露脸，陆三立综艺大热门也做出回应。所以最近的心情其实都是专心在工作上吧。对，没错，不会受这些纷纷扰扰。有什么纷纷扰扰？最近有什么纷纷扰扰？就你的新闻一直都源源不断，源源不绝、啊。因为我现在比较少看到，最近比较没关注到新闻。什么什么？学习的事情变多，对，对，太少看到其他的，对，很少在社群上面。哦，是哦，最近比较少、啊。什么一些什么价码什么那些，你都没有在 care。完全价码，我就是厂商什么一些，对啊，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最近球队比赛开打，林湘因为常上场晒太阳，大量接受紫外线的她自认有晒黑。因为我们休赛季冬天就没什么晒太阳，对。然后开始球赛的时候就会大量的接收紫外线。哦，对。所以会做一些防晒吗？一定要啊，对，一定要。怎么？除了擦防晒油？就只能这样。提到接下来新规划，林湘说三人正在上歌唱课，孩子招式五音不全的音痴也看不懂五线谱，所以都还在学习。我个人最近有开始练唱歌、我们三个有一起去上唱歌课，对，然后他们两个表现非常好，我还在就是努力中，对，摸索自己的声线。因为他平常比较没有习惯听音乐、或者是往演唱这方面，对，然后他现在开始在就是要挑战自己，对对对，所以你们是要发专辑，希望有机会有这样子的作品，从现在开始练。对，林湘，你是怎样？你是会五音不全还是？啊，我自己蛮五音不全，你们怎么看？我觉得还好，他很适合唱那种可爱的歌曲，好想你。对对对，要不要来唱个两句？你要 Q 他？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可以耶，可以耶，可以耜。명문구단인라쿠텐몽키즈를응원하게되어가지고더기쁘고이한번다바쳐서에너지를쏟아붓겠습니다 이제앞으로대만에가서맛있는거먹을생각에너무설레고기대됩니다 迪度会空降，林湘两点赢过他，乐天女孩及麻辣火锅备战。2023年中职赛季即将开打，乐天女孩20号举行开训记者会。今年呢，他们补进其明星鞋，现役团员扩增到33名，是中职史上最大团的啦啦队哦。还有韩职啦啦队女神迪度会重磅加盟。是82，那是因为呢，这是韩国的国际码，他也希望呢代表韩国来到台湾加入我们的乐天女孩之后呢，希望他可以把韩国的这些啦啦队的热情应援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借此更加喜欢他们啦。那我们的都会呢，在4月14号的时候就会正式登场了。尽管他透露不会因此常驻台湾，当天开训也不客出席，还是诚意十足，小秀中文给大家。大家好，我是李豆慧，我今年23岁，我现在在韩国当了5年的 cheerleader， 哈哈。또명문구단인라쿠텐몽키즈를응원하게되어가지고더기쁘고이한번다바쳐서에너지를쏟아붓겠습니다 라쿠텐몽키즈화이팅짜요짜요이제앞으로대만에가서
맛있는거먹을생각에너무설레고기대됩니다杨绛当然是进来就是提升所有球队的士气跟实力嘛，我相信他加入的话，他可以担任我们的领舞，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会变得更好这样。我已经找好麻辣锅要带他去吃。哇，好，对，因为珍珠奶茶哦，也有做臭豆腐，因为听说他很喜欢吃，然后韩国人好像会蛮喜欢台湾的麻辣锅，对，所以就打算带他去吃各种火锅这样。韩国的那个很多人都担心人气规格了，会不会受威胁？我是觉得不会，而且我刚加入啦啦队的时候就有追踪他，就知道他是那种啦啦队韩国啦啦队的天花板，那我也蛮期待可以跟他当同事，可以学习他的舞蹈能力。是我去日本拍摄高尔夫大演的时候，在晴空塔，然后他刚好那时候也在晴空塔接受访问，那我们就巧遇到。那他知道你是台湾很红的啦啦队？有，我就跟他挥手，然后他就跟他经纪人讲立项这样子。他要隐退，你会不会觉得？我平常比较没有关注到那个圈子的东西，对。但是我觉得她很漂亮。一见红心等于爱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一见红心等于爱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